杰哥，今天又准备这么多巨款，要收什么猛货吗？昨天晚上阿坤凌晨打电话，他赶过来那个包冰桌椅，叫我带上去看一下。如果说合适，咱们就立马拿下。兄弟，听说你昨天晚上到了一块高冰玻璃桶啊？高冰玻璃桶的货，天花板，天花板级别的货。天花板级别的货，你确定吧？确定的话，你别骗我，最近你骗了我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几百万的，你骗过我？两百万，我不骗你。这里兄弟，二百万，看你的玻璃桶，这是我的诚意，看货的诚意 ，OK 吧 ？OK， 没问题。放货，看货的诚意的。这是诚意啊。一个钱不够，我跟你说，不够，这是我看货的诚意吗？不够还有啊？还有个，对，看一下。是不是？这里还有，哎 ，OK 吧 ？OK， 来上货。走，我看大的玻璃桶。这我这么大吗？走，马总，走嘟嘟嘟的，我走嘟嘟嘟。阿棍，你看一下吧，那个兄弟呀、啊，这能叫玻璃桶吗？你到底是真的假的玻璃桶？有，这个我看。有的拿上来。我跟你说，你看是都很准，你是专业。你肯定啊，你拿这种料子来忽悠我，你去忽悠别人好不好？你是金棒。上玻璃桶，来了，这个好货都放后面。来了，喂，玻璃桶，你这一个是吧？高冰玻璃桶，妈看，我买的水多多的，很多水。天，不灵不灵的，水灵的，妈看，水多多的，很多水。还是莫西沙的玻璃桶哦。对，莫西沙的玻璃桶，妈看，你好好看，戴眼镜看，越看越美，美的美，你有妈看，多少钱？几个？怎么卖？几个？我跟你说，错，我不叫价好不好？你不叫价多少钱？这价。三千八百万多少？三千八百万，三千八百万。越看越美，越看越舒服，妈看很舒服。美的美到家了，买不起，美到家了，妈看买不起。我给你一个价好不好？这样，这里再拿70万上来。我跟你说，你听一下，既然在便宜后，那这里30万，这里70万，没要不行的瓜，再拿30万过来。270万啊！不行的话，280万，不行，300万，哦，最快300万，不要掐给，可以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掐给，不要掐给，什么玩意不用掐？俺们看到高倍玻璃，可以了。妈看平时歪理过来，这么危险的一个窗，什么？剩下的还得补，走路稳稳妥妥的了，兄弟，这个料子300万我拿去切了，可以不？这个料子我今天你好给不了瓜，再加一点不了瓜，你别加个这么低的瓜。那这块料子我也给你说了，我跟你说，机关你给多少？你给多少？你要多少？几个？10万？1万？没有啊，哪里有这么可能？哪里你好个的？那一万，我买的，这个料子我直接切。你啥玩意？涨了红包，这个料子干涨了红包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大红包，大的。来，红包，金红包。来，你要不要去？300万拿下的玻璃桶，现在已经切好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。这料自然风光啊！来，咱们欣赏一下完美无缺。那现在至少价值600万。那一条手镯能不能过百？OK， 来，咱们再来看看这一块啊，这一块我是花10000块钱收下来的，而且它的一个长口是一个莫西沙的长口，实心非常的完整。那这个料子全身脱沙，手上摸上去它的一个沙粒感是非常的细腻的，冰感，冰冰透透啊。